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大革命》。好，任务完成。不行，我觉得我要去商店一趟。我们还剩下三个，这个区域就清了。哦，有任务三颗星耶。不满。不知道可不可以买新的消耗品，好像不行，没有就是没有。地下入口的到底要怎么知道？我解了那个刺客任务，我以为他会跟我说地下入口的通关密语，所以我才选那个的。What's the password？ 看起来不是，那。我们再解一个好了，就这个之前的谋杀，虽然它看起来是很系列的，我们解一个阶段，今天就差不多结束这样。What's going on？Something kind of creepy about monks. Closed up like that in a big building. Better check out the monastery here on the island.那个点数好像挺好拿的。升级我刚刚看了一下也不贵，而且钱也挺好赚的。不行，我现在在做其他任务，他会。接货接货，路上人超多哎。得先找一个路口才行。没有线索。诶，这栋房子没有入口。二楼没有，诶，一楼有。在这，我就这样擅自调查，没有问题吗？
而且还踩在他身上。死掉的上岸修士死因是被玫瑰金念珠勒死。他似乎是在桌前写东西的时候从椅子上摔下来。Dear Lord, Friars Stanislas, Bernard, and even the respected Friar Benoit, and then Friar Jean, all dead. It passeth all understanding. Three monks survive, praise God, but I dare not think. Is it possible that the murderer is one of them? Bah, ridiculous. Which of them would be capable of such an atrocity?修道院长说，班华修士、斯坦尼斯拿修斯修士、伯纳德修士及上岸修士都已死了，只剩下其他三位修士活着，拒绝相信其中一名修士杀害其他人。死在床上，他也是死在床上，脸颊都凹陷，应该不会是饿死的吧？这个也是描述一模一样。有别的线索。死掉修士手中紧握了皱巴巴的纸，明显是从一本日记上撕下来的。上面写：“我有罪，我毒死了他们。”他说：“我因为预言而做出这件事是执行神的旨意，但我没有办法摆脱我的罪恶感。我是凶手，我必须马上坦白说的事，不然……”字条没有写完。等一下，该不会凶手已经死了吧？私人物品，同样的，在箱子底下，一张书。啊，对啊，我刚刚有吃东西，还在开，因为今天晚半个小时啊，然后任务解到一半，我就想说把它做完。等一下就要关掉了。我刚念到哪里啊？同样的，在箱子底下一张从书上撕下来的书页，七个分支将缩减为三年长者，将猝然而死。受诱惑的两人将自相残杀，共谋者都将在睡梦中长眠。诺斯特拉姆士。怎么办？我脑袋一片空白呢。So much happened. First, the death of the elder monks. Friar Jean served them wine, and they immediately became very tired. They went to bed and couldn't be roused. I ran to the doctor. When I came back, what did I find? They were all dead. And there's Friar Jean.Strangled at his desk. 我觉得是上恩。我觉得。So much happened. First, the death of the elder monks. Brother Jean served them wine, and they immediately became very. 我刚刚不小心指控吗？没有吧？不是吧？
我真的不小心按到指控了。Saw a monk right over there starting a fire. He was a fire here in the vineyard. Well, I yelled at him to get on out of there, and he ran off. Hold on. Yes, sir.什么没有啊？有吗？有啊，我有按到指控啊，所以它就显示我那个降低了。那我觉得这任务好像并不是一下就可以做得完的，上面还有个箱子我漏掉了。目前看起来就像是上恩杀了大家，然后。结果被报复而杀死。私人物品值得注意的是一本满是四行诗的厚重书籍《诸世纪》，作者诺斯特拉达姆士。等一下，我又不小心指控到什么了吗？好像没有，它是警告而已。他最后会不会告诉我是谁啊？ He and Friar Jean were quite close. I fear Jean's murder has affected Honoré's sanity. 洗洗脚，你在看前面了吗？哦，我们这边好像没有停水。哎，已经开始指控了。I am very worried about Friar Honoré. He and Friar Jean were quite close. I fear Jean's murder has affected Honoré. Murder is a mortal sin. We are all sinners, but murder is beyond my capabilities. 哎。我误控了嫌犯。不是他叫我指控的吗？ God's will cannot be understood by mortal man. We search and pray and do the best we can. Small hints can be discerned, say, in the writings of prophets. I believe Nostradamus is one.嗯，我还是把线索都找齐好了。嗯，脑袋一片空白。还有一个线索在哪里啊？看到线索啊！我以为他会告诉我解答，因为我脑袋一片空白，完全不知道他到底是谁。我还少了一个线索，到底是在哪里啊？这个线索我不是讲过了吗？
看啊，这个不是线索啊！不然我指控他看看好了，指控你。 没有反应呢？什么东西呀？诺斯特拉达姆士。 我觉得我的超智商怪怪的，我不能奔跑，然后我只能慢慢走，然后我也不能按鹰眼，这样代表我指控对了吗？为什么会变这样？为什么我只能慢慢走？我还没有办法跳过这个哎。 然后还少一个线索，我还不能指控他。等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有那个可以重开的吗？绝对是 bug 啊！我都没有办法做什么动作了，而且他没有那个可以重开一小段的吗？那我现在要怎么办？ 我可以找守卫杀了我吗？蹲着走还比较快。好，我去找那个罪犯把我杀掉好了。不行，我不可食用。不要咬我。 连攻击都没有办法，啊！来杀我吧！哎，我可以打了，不行，我不能打，我只能防御。好好笑，没有办法按攻击。啊！这 bug 也太鸟了吧！我今天已经第二次不能按攻击了。 我想把那任务解完啊！我怕我再去找那个人又遇到 bug。 乱指控看看好了。哇，我要指控破人了。哎，没有，对了，到底这任务好莫名啊！It's all coming true, I tell you. Even this. 所以我算成功了。He's a bit of his nut, if you ask me. Arrest the madman. 9 times out of 10, you're right. Go ahead. 读取好久，对啊，读取就是酒。
案件摘要。好，看完这个就结束。奥诺雷修士变得对诺斯特拉姆达姆斯的预言相当着迷，也让他的朋友尚恩修士与他一起沉迷于预言之中。他们一起策划了一个计划，打算让诺斯特拉达姆斯的一则预言成真。奥诺雷在一桶酒里下毒，尚恩则将这个酒倒给年长的修士们喝。机构中最年长者初次懊悔，尚恩修士决定投案。而当他将这个决定写在他的日记中时，被奥诺雷修士撞见了。奥诺雷修士就以自己的玫瑰金念珠勒死了他。接着，奥诺雷打算烧掉尚恩日记中的一页，可是葡萄园工人看到他了，出自恐惧，他就仓皇的逃跑。这样啊，好吧，我到底怎么推论出来？我一定不适合当侦探，我还是杀人就好。那我们这集就去先做这个好了，这个三颗星比较难，我先做这个比较简单的。巴黎圣母院之枪，杀死目标，就是一般的刺杀任务就对了。等一下，等一下，这个也太简单了吧！那简单到有点夸张啊，才刚开始就做完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这个吧，土星三颗星的，跟他拼了。啊，在这，在这。这星星又高，钱又少。诶，我手持双刃，正义与法律在我左右，我与真理和公平同行，努力不息，王与百姓皆一视同仁。走。第一个谜题，现在下午去找这个符号。好，没有问题。啊，不是这里吗？等一下，等一下，他到底要我解什么？那我以他的描述的话，应该是司法工啊。可是我要什么？还是我在司法工要找到这个图案？嗯，我试试看。好，我飙到吗？
啊，我有瞄到，我有瞄到，我在干嘛？叫我在整个司马光找这个也挺困难的。会不会有什么更清楚的提示？我觉得有可能会有啊！有人发现我。想说不要杀你们的，真是的。应该是事件吧？哎，不是，啊，案件档案，土星。嗯，照地图能不能看出些什么？这是我在的广场。这边就算是另外一个地方了，所以司法宫应该只有这一块被蓝色包起来了。啊，找回什么圆盘的碎片？所以跟这个符号也有关系，圆圆的和一条，会不会是地形？我看看哦，圆圆的跟一条，有这样的地方吗？
果要说原著的话，大概就只有这三根比较像。不然我到那边去看看好了。啊，这还是最明显的地方，因为这次打工是不打了。啊，从另外一边拔出来，这也太猛了吧！正义和法律在左右啊，我与真理和公平同行，努力不息。除了这个地方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这样？这都是桥啊，这边边的都是桥。太子广场，什么好在圣殿？说不定哈，正义法律在我左右，可是这样感觉就是司法公啊。对啊，正义法律的建筑啊，这点上面没有错啊。问题是他在司法宫的哪个位置？不是，这样就出来了。反应很慢，这曲。